你说都是做生意的，我好人送瓶酒，人家都收下了，我再给人要，我这脸上往哪儿搁呀？钱顺风，我告诉你啊，那假酒可不能喝，你明白不？搞不好喝出事儿来。万一张总要是喝了出了事儿，你负得起责吗？我可负不了这责，赶紧去打去。钱顺风啊，你赶紧去啊！你说你这送酒，我觉得你还要人命去了，赶紧的。我不知道那是假酒啊，那你得要回来呀。我没法去要，你去要呗。我怎么去要啊？我要跟人家不熟。哎。我大姐夫的一声叹息告诉我，你肯定有好办法。你这么着吧，啊，你给张总打个电话，啊，你就说请他来吃饭，菜都好了，就是没有酒，让他把那瓶红酒拿过来，然后咱们想办法给他换了。大姐夫，哎，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赶快打吧，太好了，赶紧打，快打吧。我跟人家又不认识，我可不能打这个电话，我怎么我还给求人家办事呢？我没法说。哎，你打。哎呀，是这个电话吗？对，第一个就是，我刚给他打了。哎，张总啊，你好，我是物业的赵刚子。你晚上有事没有啊？我想请您吃个饭呢。啊，那太好了。那个，我这菜都有，我就是缺一瓶红酒。哎，那个，你等会儿啊，师傅。哎，你那不是有一瓶那个国际大品牌的红酒吗？啊？啊，对，有一瓶。那酒呢？拿出来啊！我送人了，我送谁了呀？都送给张总了吗？哎呀，张总啊，他说那瓶酒送给你了。啊，对，啊，你要把它拿来呀、啊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嘞，好嘞，就等你这瓶红酒了啊！好嘞，搞定。哎呦我天！哎呦，大姐夫，啊，我发现你现在脑瓜顶上有个圈儿，啊，背后还有俩把啥东西啊？天使。大姐夫，我发现你现在撒谎的水平啊，见长啊！你尤其你撒谎，脸不红心不跳，关键还有人信呢。啊，当然了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家钱顺风说瞎话，嗯，一说就让别人看出来，是为什么？我说别人看不出来，就是怎么呢？这因为我是咱们家正义的代言，对，我是轻易不骗的，我一骗骗一骗。那你这头子，哎呀，大姐，这事儿啊，真的感谢你。哎，你先别谢我，现在最重要的呀，就是得想一想，这个假酒拿来以后。怎么处理？对对对，不能让张总感觉出来。对对对，首先啊，咱首先得把这个酒想办法换下来，对，是吧？如果真的换不下来，也不能让张总把这个假酒喝了，绝不能让他喝。你张总那么大老板，万一喝出事来咋整？对对，那你说这瓶酒怎么办呢？哎，大姐夫啊，你不是最爱喝红酒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让我喝这假酒啊？不是大姐夫，按道理啊，这瓶假酒应该我喝，但是二美丽不是怀孕了吗？你总得让我跟孩子见上一面吧。那我女儿也才九岁呀、啊，她也没成年呢。没事，你把她交给我呀，我一定把妞妞培养得像我一样优秀。那我女儿就算完了。哎呀，你行了，大姐夫，真的不行的话，等张总来了，我就跟他喝。你在这待着，你喝什么？你喝？要喝我们哥俩一块儿喝。完了，上下我是必须得喝了。你等会儿，喝之前我给你大姐打个电话。你给她打啥电话？我先嘱咐一下呗，万一我出点啥事儿呢？哎呀，大米啊，你能回来一下吗？我跟你说呀，往后孩子和家就交给你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，我爱你。啊，我有病啊！是，一会儿我就该病了。媳妇儿啊，我也说两句吧。咱们家除了你知道的那些钱以外，还有两张银行卡，就在咱们家大衣柜放袜子的那个堆里头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让我再听听孩子的胎心。呀，行了，你说你俩大老爷们至于吗？跟交代后事似的。那你是不是用我现在打个120，我让急救车在门口候着呀？可以啊。可以什么？至于吗？啊，假酒。哎呦，钱总啊！哎呦，来了，张总，哎，来，你好，张总，酒带来了哈。啊，带了，就这瓶吗？
二米，哎，来，把酒拿过来，酒杯拿过来，好的，来来来，张总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哎，客气。哎呀，这酒拿过来了哈，哎呀，这红酒好啊。刚才我突然有这么个想法，你说，你说，大姐夫，我觉得你看，我们这么多年了也没喝过酒，对，是吧？这个，我想咱们今天不喝红的了啊，咱们喝点白的。太好了，热闹热闹。对对对，叔叔，把这个把这红酒收。哎，别这样了啊！不是，你们要喝白酒，你早说呀！不是，你这那这么好的酒我都打开了，你打开它干啥呀？就是这酒太好，这得提前打开，这得解醒啊！哦哦哦，味儿好啊！今天就喝这个，必须喝这个啊！哎，那就行，必须喝，必须喝啊！哎呀，大姐夫，哎，你倒上吧。倒上，倒上啊！哎，倒上吧，倒上吧。好，好，就喝这个了。好，好。哎呀，倒，倒满，倒满，倒满吧，倒的富流富流的，哎，富流富流的，倒满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好，慢点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，不是请我喝酒吗？我得喝点吧。那个，他能喝吗？他不能喝啊。张总啊，你把杯子放下。我们家呀有个规矩，您是最尊贵的客人呢。对，哎，对，我们两个敬你，你看着就行。那个张总，情况是这样，对，我们家有个规矩，对，就是敬酒的时候呢，是敬酒的人喝，对，被敬的人先不喝，哎，他是不喝的。哎呀，你们家这规矩，挺任性啊。那行，那我看着，那你们敬吧。哎，来吧。那大姐夫，你先敬吧。别师傅，哎。你先吧，你说你跟张总，你们俩人是有业务的往来，合作的伙伴，这杯酒怎么你先定？你那时候你先定。哎，大姐夫，今天这个客是你请的，你打电话邀请张总过来的，是吧？这酒你得先敬。不是，你是咱们家首富，哎、对吧？你首富你得先敬。哎，你是大姐夫，我不能没大没小啊。你大姐夫要是这样，这不就成了以大欺小吗？不合适。你喝，你喝吧，你喝。哎呀，这个墨迹，我先干为敬。放下，放下。有你什么事儿？我们俩一块喝，来一块敬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干！哎呦我的天！好喝吧？不是，好喝咽呢。好喝，啊，好喝啊，好喝，耶耶，这啥意思？爱喝。哎呀，我求求你们俩，你们快喝吧，急死我了。这啥意思？这好酒啊，得放嘴里再醒两分钟。来来来，我陪你们俩喝，来。啊，你不用。好了，喝啊，好喝，好，你就喝了。哎呀，张总啊，啊，那个刚才是我们哥俩敬了你一杯酒，哎，是吧？为了表达我们的敬意啊，大姐夫再敬一杯，大姐夫你敬一杯，那个单独敬一杯。不要，那我来点呗。你不用，你是尊贵的客人，你看着就行。大姐夫倒上，倒上，倒满。哎呀。不留不留的，哎，对，倒，接着倒，对，大姐夫倒一个，大姐夫来一个，好的，这是我大姐夫，啊，他这个人很热情，很豪爽，大姐夫走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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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好，好。好，行了，行了，你们这个意思都表达完了啊。这个，二姐夫就让他先等会儿。好事成双，这大姐夫再来一个，倒上，富流富流的，倒酒，好，富流富流的，好，大姐夫走一个，大姐夫走一个，大姐夫走一个。你不
能都让我喝呀，顺风，你不能可着一个人干呐，你啊！不是，你是大姐夫，你好事成双啊！顺风啊，该你喝呀，我喝不了两杯了。我觉得这样行不行？我自残一个，我顺风还要自残？我来啊！这您是最尊贵的客人，该他喝一个。嗯。喝点酒，放下！扔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能喝吗？你现在怀着孩子呢，哎，别捣乱！那谁喝呀？我喝。给你，大姐夫来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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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陈胜峰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做亲戚，我算倒了八辈子霉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答应我的事儿，你可别忘了，明白吧？你放心，照顾好我的妻儿老小，就全都交给我。走一个，来世再见吧。好，来，给我，哎，大姐夫，扶着，大姐夫，你喝的有点急，大姐夫，去，哎呀，那个，都敬完了吧？那个，我喝点，我，哎，我还没敬呢，我还没敬呢，我没敬，我，对，该张总敬了，张总来一个吧。张胜峰，你坐着，啊。怎么了？不是我说你们家怎么回事啊？这，请你喝。你们家这什么规矩啊？先派人给我送一瓶酒，然后说请我喝酒，还喝我这瓶酒。要不我来了以后看着你们喝，我有人看着你们，我扑溜扑溜扑溜的喝没了。我不看着了，我回去我自己喝。张总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张总，对不起。我刚才到你家去给你送的那瓶红酒是假酒，我大姐夫怕你喝了以后出事儿，这身体出毛病，所以才想了这么一招，实在是对不起啊，老钱呐，哎，你知道我这个人爱喝红酒，对呀，对，我还收藏红酒，是，我们家那一面墙全是红酒，是，你今天到我那儿去拿这瓶酒，我这一打眼我就知道它是个假的。你知道是假的，怎么不告诉我呢？那我多驳你的面子呀！我能那么做吗？你就是送我一个4000块钱的真酒的，我也不能要啊！哦，那假的你怎么就收了呢？我怕你再送别人家，坑别人家。有可能，闭嘴！不是，那这瓶酒怎么回事啊？你这瓶酒，这是我的。这是我对着你那瓶假酒找出来的一瓶真酒啊！啊，我这瓶酒，我在我家酒柜里，我藏了10年了呀。我当初买它的时候4000块钱一瓶啊，你算算它现在值多少钱？让你们全忽悠忽悠我一年的。赵刚啊，你可真行啊啊！人家张总这瓶酒10年之前就4000块钱，现在10年之后了，什么意义啊？假酒过期了呗。哇，你可是缺你的了！哎呀，什么人呢这？你是大姐吧？哎呀，哎，大姐吧，哎，哎，你这是不是要吐啊？挺住啊，挺住！刚吐一口200，吐一口200，你都吐了，你破产了！我告诉你，挺住！我告诉你，你可千万别吐啊！对。你也对得起我这瓶酒，我跟你说，喝多了你那红酒，你咣当咣当，咣当咣当就好了，千万别吐。这啥玩意儿啊？你这家人，不是张总啊，不是张总，对不起啊，张总，张总啊，对不起啊，哎呀。